只是制度 ，OK， 像我们要赚多少钱，要怎样做，那个比较重要 ，OK， 好，简单。那，如果给你啦，我举个例子啦，一个礼拜赚50000美金，好吗？嗯。200-800，哪还50000呢？一个月一个月，一个月50000都200000嘛。嗯。啊，不是一个礼拜一个礼拜，一个月50000。我再讲啊，一年赚50000好不好 ？extra 的，好，有200000在银行里面，一年，一年赚50000呢，等于什么呢？等于每一个礼拜赚1000块，不多嘛，一年52个礼拜嘛，一个礼拜1000，50000喽，啊，一个礼拜赚1000块可以讲呢，我就跟很多，你做生意啦，我跟很多打工人讲，他就听得很吸引啊，什么叫做一个礼拜1000块？一个礼拜1000，一个礼拜1000，一个礼拜1000，一个礼拜1000等于4000块马币。我跟那些打工人讲啊，一个月给你4000块生活费好吗？只是吃跟用哎，吃跟用啊，不保持不完，吃用哎，给你4000块，一天花100块。第二个1000块给你来做什么呢？拿来买一辆车跟屋，你是要买一辆3、4月才供2000块，买一间500000的屋子2000块，我给你供车跟屋。第三个4000块来说，我给你存钱，一年可以存50000。第四个4000块来说 ，travel and business， 以后你做国际生意吗？你可能跑一下啦，坐下飞机啊，这个给你去旅行，顺便做生意，就是一个礼拜1000块的生活，好不好？你讲马来西亚人有没有人向往这样的生活？一个礼拜1000块，好了，重点是怎样做到1000块。啊，怎样我可以一个礼拜赚1000块？这比较实际吗？我们算法也是很简单的，1000块除以15%啊，这个拿15%吗？要多少嘞？6666分。6666分是几多嘞？那一个933有60分，哎，好不好？一个933有60分，意思是什么？意思是有100个喽，100个 BA 喽。好，九字就是说就是 Kenneth， 当 Kenneth 左边有100个，右边有100个，你就可以每一个礼拜拿1000块美金，难不难？左100右100而已，你就可以每一个礼拜1000块，你就过这样的生活了。哎，全世界都是这里100个，是啊，100个哟。好哦，不错哦，是借 straight forward， 不用算业绩的。我们都算好了，100个就可以拿钱。好了，这个不适合你了，这1000太少了，赚一万好不好？赚10000块美金好不好？一个礼拜10000，我给你40000生活费，40000买车买物，给你买十件物质，40000来存，一年存一个月40000，一年存480000，两年可以存100000，40000给你旅行好不好？怎样做？1000个人，100个国家嘛。10000块，很简单，不像不用算业绩的，1000你就可以拿钱了，左1000右1000，还不够吗？你要拿封顶啊！我给你100000美金一个礼拜，你要用400000来花一个礼拜，400000公车公务，存40000，40000哦，一年存500000，两年可以存1000万，400000来旅游，你要拿满是吧？左1万右1万，满了 ，plan 完了。顶峰100000，左1万右1万，左10000人，右10000人，拿100000美金一个礼拜。这个制度是不要忘记我刚才讲哦，放下去的哦，有没有可能？我们才开始七天，全世界，我们怎样不疯？我再看最高赚100000一个月，我再看最高的收入100000一个月，14条线满了的啦。好，100000在25000美金，这个钱哦还没有算这个，我算这个，这个没有算，算这个。所以你现在脑里面很简单，左100又100，1000块美金一个礼拜；左1000又1000，10000块美金一个礼拜；左10000又10000，100000美金一个礼拜。我讲我做100人就好了，小小做。好了，怎样做100人呢？开始你不用复杂的，你答应我一件事好了，我陪你找6个人。我的 plan 就是6个人开始，
一二三四六个，你六个就可以拿出八千，左三右三，你什么都不要想，找六个人出来给我先。啊，但是不是只讲六个人啊？找六个真正要，真正要。这六个人听完你的东西了过后，他觉得肯定你是可以相信的了。你都研究了六个月哦，你又做生意，我相信你啊，进来喽。他也找六个人，三十六个喽。这六个人都相信啊，他们找六个耶，三十六个。好了，再相信多一次，这三十六个人找多一次，六个人，两百一十六个，两百一十六个什么？左一百右一百了喽。左一百右一百了，完了啦，拿钱了。所以为什么这个 plan 可以做？它简单，它不像有人就这样画，又上职位又要这样，哇，你就记不完，然后又要保持啊，又要卖多少？这个不用了，你要保持啊。你搞一只九三三，说四百块币一个月一次，自己是产品，没有什么其他保持的了。这个保险转过来什么？做保险，你去谈哦。看来看不到这个机会了，保险有很多 online 的都。